吃饭，吃饭。哎呀，看着不错哦。电话了，我的天！胆老师，怎么了？李勇，我出去接个电话啊，你不能偷吃。12 seconds later. 天哪，李勇，我出去打个电话，你把我的都吃完了，李勇，这怎么回事？啊，李勇，这什么东西这是？谭老师，你看看这怎么回事？你给我打什么？你看你打一个电话，我出去找你，李勇就把饭全吃完了。要不你给我做吧，还是你给我做？啊，李勇。